的青龙林伟勋今年参加到英国世界各种比赛，总共摕到六面奖牌好成绩。市长为替28号特别改见面，除了是向伊讲一声恭喜之外，也对伊长期以来的推广台南在地农特产来表达感谢。我们的田玉轩的伟勋，好，能够得到这次英国世界果酱大赛得到三银三铜。发光发热，成为真的是台南之光，也是台湾之光。市长王伟泰表示，希望林伟勋的故事让更多人知影，也鼓励少年朋友，若是找到一个喜欢的物件，并且全心投入，就当参像林伟勋，或者是即卖当地奥运拍拼的选手同款，发光发热。他们能够非常有意义的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，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，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。这个部分，然后就勇敢逐梦踏实去做，就跟我们奥运的选手一样，都是找到自己喜欢，因为喜欢这个运动项目，因为喜欢这个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，就努力下去，这个精神是非常好的。林伟勋同时也是第二届台南市青年事务委员，市长伟泰也特别向伊询问青年的心声，同时也送林伟勋专工定做围裙，希望讲这围裙让伊在研发各种的时阵感受到满满的鼓励。那这新闻，王立德综合报道。